身都妖娆，桃花多年移，花雨万中人同悄。人在花丛内看花何更多娇，出了很多不少是个性鲜明很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，今晚他专程赶回来在我们校庆演出贵妃醉酒，掌声欢迎。
候都上早嚟。系啊，上早嚟。早，而今都快到啦，还先早。回公公，奴婢在。万岁爷哪里去了？万岁爷去咗梅。万岁爷去咗梅林赏月。系啊，系啊。
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派传承人郑永健、高州豫剧团团长、青年文武山、昂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、广东省第七届戏剧演艺大赛银奖获得者陈斌，仲有茂名市豫剧团总经理、广东省金牌经纪人、中国东文南明南派豫剧大赛一等奖嘅李少东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一大批校友今晚咧系奉上佢哋嘅。呀，掌声又咁快吓，利源盛世庆华诞，有请。
成天是泪，白太自知。今次真的非齐名字，恨一笑，全世去。在上。
是我，到底你是何方强梁？啊，周少年英雄无敌，你有得在此请嘅。你又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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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又来来来。
对不起，精彩纷呈。跟住嚟咧，大家知睇睇节目单边个啦，系嘛？又系我哋省港澳著名嘅文武生，系我哋湛江艺校百年级嘅粤剧班学生校友，我嘅好朋友黄伟坤先生将要隆重登场。今次呢一早喺度化妆，着埋服装，着埋大袍大甲，演出一出系我哋好经典嘅折子戏《金炉子》，掌声欢迎！你哋企翻，企翻埋边？好 ，OK， 铺咗地毯就 OK， 冇办法走，走唔到噶，大佬。
也不是叫我讲的破财。为什么两难之山卖不了许多刀的枪，手按龙泉结为官的堂，你有路被山头，总
共有包天丹呢。哎呀，我的包天妈，你无故出挑，我非要把人吓。Yeah.